对于人气这个东西，我也感受过高光，也被他困扰过。这一手好牌被打烂了，他几个老公了？他几个孩子了？就再次营业，实在话，我觉得有点费劲。回来，整个心态都不一样，就觉得我要为自己做点什么。接下来我们将由四位共同去开启一场经营一家 Live House 的旅途。音乐库吗？看到了我们的未来。每人都有过人生高光曲吗？我想做一个实验，当你没有自我介绍，不能说任何话，上台唱一首歌，看看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你跟这首歌。